第五个动作，踢踏舞。一只脚把脚跟向前踢，然后退回。同一只脚向旁边踢出，然后退回，然后用另一只脚做同样的动作，每只脚重复2到3次。然后用一只脚提出一个地方，收回，然后另一只脚去踢同一个地方，收回，重复动作2到3次。太容易，慢慢的增加踢踏次数，最多每只脚15次。一条手臂不扶扶手，两只手臂不扶扶手。试一试一边踢踏舞一边把每周日子的顺序说出来，或者把1年12个月的顺序数出来，然后把反顺序输出来。你现在感觉怎样？如果你感觉好，而且想做多点，那么就继续吧。